耍我！ 耍得好！ 你哪来的钱啊？我把你的手机放在转转 APP 里卖了，大平台靠谱，卖了3000。放心，我给你换了个新手机。哎呦我的妈！ 没事，我有办法。炸！这下季非常的人性化。哼，咱们两个来干嘛呀？两个。啊，这不。 我先走了啊！哎，我找你来主要是想……啊，哎，这样吧，你上五八同城搜索猫爸，注册个账号，有时间随便刷刷视频，一天收益2-3百，哪里用得着找我借钱？看好了怎么做，专业！哎呦我的妈！
你学会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